很快的要带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。然后这首歌呢是一首有魔法的歌，它叫做《波波利波波》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要请大家跟我们练习一下。对，波波利波波，你刚刚念得很好，那个弟弟。对，你等一下要跟我们一起唱哦，好不好？拜托你，不然今天就靠你们了。大部分的大哥哥大姐姐都有点害羞，你可以帮我们带领他们吗？对。待会你们可以一边念这个咒语，然后一边许愿，就想说，等一下我要在这个森林里面遇到那个等到我等在等着我的那个人，或者是你有一些想要出去哪里旅行啊，或者是一些新的愿望想要完成的，都可以靠这首歌帮你完成。对，然后因为这首歌后面有一个咒语大爆炸，所以大家到后面不要觉得我们很像发疯了，我们其实真的就是发疯了，因为我们很想很想要去那些地方，所以用这个咒语帮大家加持。所以错，等一下大家要跟我们一起好吗？那我们现在先来教大家一下。然后这首歌的那个专辑版啊，大家回去可以听听看，是那个我们找来了拖拉库的国喜，因为他的另外一个身份是机长，对，所以就请他帮我们念了一段机长广播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就来现场版的。好，好，好。波波利波波娜娜诺，哎，波波利波波娜娜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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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再大声一点！哎，有了有了！波波利波波娜娜诺，波波利波波娜娜诺。好，等一下，希望可以大声一点。好，好，那就带来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《波波利波波》，我们是一真一静。常开心，但我还是在房子里，只是从这里到那里，城市里转来转去，不想关在这里。我们睡海边看满天星星，月亮从海面慢慢的升起，虽然烦恼还纠结在心底，谢谢爱我们丢到跑进我的鞋子里，倒不干净就让我带回去，平凡的日子里突然想起这个夏天属于我们的怀疑。我们一起各自想去的地方喽，来喽，一二三，来。
婆婆娜娜罗婆婆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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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婆